大家好，我是白龙，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我们今天要玩 Minecraft 我的王国。 OK， 回来了，耶耶耶。说真的，地上的图腾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脸，脸，然后戴着一个帽子，国王的意思吗？这是我的解读啦。然后中间这一条是鼻子，对不对？好，然后上一集把农田跟民宅全部都盖出来了，然后我们明星也收买了很多，留一格，因为如果之后有碰到服饰或什么的话，如果我给他加到满就有点浪费这样。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用钱买东西来盖房子了，因为我们的钱蛮多的了。民宅有的话，钱就可以收得非常快。我钱现在800多，天哪，这个速度对吗？我觉得这一集就可以把这个游戏破关了。好，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一集把游戏也破关。哇，1000多钱，食物还没有见底，所以哟，好大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然后我们首要目标先把这个盖出来，好不好？仓库它需要石材跟木材，我发现石材跟木材需要的比较多，所以我不用担心钱或者是原矿不够。原矿我算一下，100加150，总共只要150就好了。然后其他我记得上一集看过，应该是都没有用到原矿，所以我的原矿只要留150就可以了。再检查一次，以防万一。啊，这些都盖好了。OK， 150，那我算一下，我原矿可以卖掉多少？接下来就是数学的问题了。OK， 243，我来算一下，按一下计算机，243，为什么不能按 ？OK， 243减掉150，我们可以卖掉93的原矿。那我们卖掉93的原矿，然后剩下的钱全部拿来买木材跟石材。我看一下石材要求比较多，所以两个都要买，两个都平均买一些好了。好，走吧，我们去市集交易吧。接下来就是手指按一按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破关了。打一下金手指，打一下密码 A B A B A B C， 死亡密码。OK， 然后，讲到那个 A B A B A B C 啊，我想分享一件事，我觉得蛮好笑，就是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不是有玩怪兽对打机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因为那个是我的年代的东西。已经过时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ABABABC 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说那是死亡密码，然后我们在对战的时候有人按，然后事实上那个密码根本没有用，就是那只是按爽的，可是就对方因为害怕自己的怪物死掉，或者是害怕自己的怪兽对打机坏掉，结果他就直接按重置。我还记得他养的那个怪物是天使兽吧，他养了好久，就这样按一下，他就整个重置变一颗蛋，重新养，超好笑的，我印象超深刻的。好，我们把我们的原矿卖到剩150就好了。OK， 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钱就很多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买一些材料进来，三，我想一下哦，四，五，按五下的话，等于花100块钱，那我花个200块好了，所以再按15下。不对，按15下是花400块，所以我再按个，好，然后再按10下，这样的木材应该就是多到爆了吧。我后来发现这个采石场跟伐木场啊，根本就产得很慢欸，其实用民宅赚钱比较快，所以采石场跟伐木场
根本就是出席用的东西，我按20下，管他的，好，差不多。那这个也按20下。有点像在玩那个《世纪帝国》的感觉耶，因为《世纪帝国》玩到最后不就钱就很多吗？就一直采金矿之类的，然后就到处挖东墙补西墙那种感觉。好，差不多啊，管他了，应该差不多啊。我刚根本没在数，我的房子都盖出来嘞，这些全都民宅对不对？木质的，然后还有混合的在哪里啊？看一下。混合式的在哪里啊？这种吗？不是啊，是彩石的啊。这种啊，这种啊，这是混合式的。这只有一栋吗？奇怪。啊，这种也是混合式的，对不对？对啊，这种应该也是混合式的。大家赶快来看房子。这个房子全部都快出租完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资有多少。钱1000多。天哪。好，然后我们开始盖吧。新盖仓库。好，然后军营要等城堡完成。那我们先盖城堡好了。要盖50嘛。好轻易哦，为什么？欸，食材不够了，好，我去买食材。食材，我看一下食材跟木材的比例是多少。好，食材真的很不够。食材按个30下好了。欸，走错了。30下是多少钱啊？600块。还好吗 ？OK。钱一多，然后开始挥霍了，然后木材按一些好了，我现在觉得这个的那个反差差太少了，应该要差到10块甚至20块，对，这是我的建议，不然的话这样子钱有点太多了，后期的话会速度会。快的有点夸张，我们的食材买到1000好了，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前面辛苦，后面开始享乐吗？动动手指，建筑就跑出来了。不知道城堡长得像怎样欸，等一下盖好一定想进去参观一下。我有点想把钱全部买完欸，不然这样子一直跑来跑去好麻烦哦。把钱全部买完好了啦。然后再按个10下，然后再回去按石头。感觉钱多到花不完欸，赚钱速度比花钱速度快太多了。真的花不完欸，好神奇哦。那我这样原矿也不用，到原矿也不用全部采啊，其实。可以买到2000呢！天哪！
好了，然后现在买多一点。哎，资金不足了。OK。哎，是我按太快是吗？哎呦，我来到这个地方了，要鬼叫了。啊，我去看一下。既然都已经他帮我传授回来了，我看一下我的钱到底剩多少啊？啊，钱真的不够了。然后我的木材买了，木材跟石材都快2000。然后我们把那个城堡盖出来吧。锵锵，城堡完成啦！然后城墙啊，城墙好简单哦，就是城墙的那个花费比起城堡来说少太多了。哎 ，OK， 然后我们把军营也盖出来好了，原矿哎。啊，原矿50哦，我没看到这里耶。那等一下，军营可以盖几阶？我看一下，我们算一下。难怪我觉得怎么怪怪的，军营可以盖一栋，那去买一下就好啦，反正有钱嘛。钱好像没有那么比我想象中的少哎，等一下。哦，有，钱进来，这个再买一下好了，把速度加到底，然后买一点啊，吃点东西。我看一下还缺什么物资哦，这个直接把它买起来好了。没有，我先把其他可以升的全部都升起来，教堂也可以了吧？哇，教堂也要原矿。20、70 ，OK， 还剩什么啊？真的快全部建完了耶！防御塔可以建几次啊？3次吗 ？OK， 剩下最后一个，最后两个才对。那个军营跟那个教堂，然后我们去自己买一下，顺便去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王国长得像怎样了？快结束嘞，真的快结束了。等一下，我的钱不够，所以没有办法一次买这么多的原矿，所以我看一下什么物资有点过剩，木材过剩，那把木材给一下，食物我看一下。我根本没有把我自己种的那个农田采收下来耶。好啦，其实到后期国王不用自己动手用啦。呜、哦、这是防御塔对不对？城墙是这个城墙吗？城墙不是原本就有了。然后这个是城堡对不对？哇我要坐上去。拍下照。到此一游，上去看一下。啊，上面至高点可以看看整个，可以看整个，这摆回去就可以。为什么会拿到这个啦？我们来看看整个王国长得像怎么样。哇哦，欸，这视野好赞哦，好棒哦。哇哦，剩下那边对不对？这个地方还有这里，对，放哪里啊？看哪里有空间啊？军营跟教堂在那边吗？好挤哦，还是这边？好，下去吧。喂，四级。这个。把一些石头卖木草卖掉，这个啊，我应该先换原矿的，右边应该先换原矿才对，但我不知道，
我要买多少欸？24,60,80,100，欸，我要买多少啊？120够吗？教堂可以盖一次啊。这一栋两次完工，那再买两个好了，应该够了吧。然后为了以防万一钱不够，所以卖一些木材跟石材。好，走，出发，哟 ，Go！来吧，来吧，来吧 ，Dream 盖，耶！然后还有教堂盖。我这样是不是全部完成了？然后嘞，我全部完成了耶！然后嘞，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之类的吗？还是我要出去才知道？耶，全部盖完了，走，咱们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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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我看到了。耶、yeah! ！看一下啊，这是军营吗？不对啊，军营在哪里啊？这个吗？在图书馆。军营在哪里啊？教堂进去看一下好了，参观一下。哇哦，好破的教堂啊！然后军营在这里是银行，这后面什么？是什么东西啊？啊？啊？这个是军营的特殊功能啦。固定右边栏显示为荣誉点数，杀敌数，我杀敌数9。消耗100荣誉点数换50啊，荣誉点数可以换钱，哇，好酷哦！欸，这游戏这设计蛮酷的。这个是玩那个打怪模，打怪就是打怪路线的玩法，对不对？啊，这个灯是干嘛的？我怎么没写？然后这边可以买一些特殊的东西，钻石的东西，这也是钻石装，全部都在这边买。然后这样我就破关了，对不对？为什么先行？然后嘞，没有一个特别的房间跟我讲说我达成哪些成就吗？我稍微绕一下好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啊。我买点东西吃，肚子饿了，享受一下整个王国盖完的成就感。食物你这边有卖对不对？跟你买2块食物，这钱送你啊！有了，那个什么开始挥霍了没有？耶耶耶耶耶！真的没有特别的地方吗？真的耶，那我看一下哦，嗯，没有特别讲哎，然后这一本哎，这也没特别讲。OK， 那我应该是破关了，对不对？好，国王累了，国王真的累了。国王、花尽心思建造这个王国，国王去睡觉了。我要睡觉了，睡觉，躺着。
好啦，那这张地图就玩到这边咯。然后这个游戏我给的分数100颗星，真的做得很好欸，我很喜欢这张地图欸，就是系统做得超棒的，有一些小小地方可以改一下，可以改，我再整理一下好了。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商店一开始的地方可以建造在那个王国的入口的地方，这样才不会跑特别远。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那个是后来就是后期的市集，我觉得有点点太无敌了，就是我有钱的话就可以买很多的不一样的物资。我觉得可以设定成例如我进去市集啊要花一笔钱才可以进去，入场费国王也要收钱这样子。然后或者是那个兑换的那个比例再稍微调整一下，不要让就是物资那么容易的购买，这样的话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破关。对，好，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喜欢，然后想要把我影片分享给朋友的话可以按个分享，然后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个议题叫做纯素，纯是纯洁的纯，素是素食的素，纯素。好，那这张地图就玩到这边咯，我是白龙，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拜拜。